要去认识一下帅哥们。对，先去认识年轻的帅哥们。对 对, 对, 对，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。哎，所以你要哦？对对对，我跟醒哥。啊，你跟醒啊 ？OK， 明白。醒哥店长，我店员。哦。还要是我们的纸，我以为是一次性的。什么？我以为一次性的。我也想夹娃娃，你就放弃了。我是想，好想投一票，我直接投呢，我直接一投。我接口。在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里面，会有一些拘谨。为了缓解这种不自在，就找一个自己比较善于玩的东西。嗯，我也有点心动啊。你喜欢吗？喜欢，爱了爱了。哟，哎，你好，老师。哎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你好，老师。火星电台，邵峰老师，然后贝贝老师，主持人你好，郑宇老师，我不是主持人，我不是主持在那边，在这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火星电台，我是主唱黄邵峰，我是吉他手曾宇，我是鼓手吴永恒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贝斯手韩阳。哎，是我，哦，哎，不，他说要等一下吗？啊，键盘，我是键盘手孙雨辰。小弟，人家那个 name， 人家是不是都2000年以后的？哪个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敢问。我是第一次认识，第一次见到。大家都是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这得随意啊，就是。包括咱们也都是第一次认识，第一次见面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以前每次在这种社交场合。没有人跟你聊天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反正也没有人注意你。对，其实是。但是在这儿有好多摄像机就盯着没有人你没事干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在你身边打好多字儿。啊，对，什么什么什么自己玩手。对对，特别无聊什么的。一枪打四个，真好，年轻人。咕咕咕咕。朝阳打工星又来新人了，老师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老师好，黄老师，哎，杨某一啊，曾宇老师 ，Hello， 你咋样 ？Hello， 哎，好久不见，雨静，你们是一个，对，我们是一个队儿，对，我是鼓手，哦，我不知道，我要去认识一下帅哥们。对，先去认识年轻的帅哥们。对 对, 对, 对，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。年轻人啊，真的，我刚才就差点情不自禁的说出来，他们的脸都好小啊。对，真的，胶原蛋白是吗？人家是被挑选的，被选中的孩子们。对，你说人家是被挑选的，我们是随机生成的，是吗？对。